GG 都扣了，我现在赌不完了，我该怎么办？没有钱了，最近疫情的关系又找不到工，唉，我不知道怎么办了。唉，我的 feel 啊，已经很低了，不知道怎么办。我们只要好好的，努力这个事情，下次一定会有好处的。别哭，别哭，多多的关心你。对不起各位，我对我爸爸妈妈失望了，还有对你们失望，我真的对不起。你们错了，谁他妈